台湾实在是一个有趣的地方了哈，真的是令人家觉得。我前两天呢，礼拜天去这个近水营古道去爬古道啊，是谈台去看台湾的历史了啊。那今天呢，来跟大家谈一整个人类的大历史，不過很。 很不舒服的是我，我前天爬山的时候，好像有一点着凉啊，所以到现在还觉得头还是不舒服。所以，假若讲的话有一点不对劲的话，请大家原谅啊。那其实啊，这个要从像祖密刚刚介绍的，大概要从我自己的学科来谈起。我从大学念考古人类学系啊，我就早。 你在这个学科的世界里面啊，虽然台湾的考古学者非常的少啊，你们看到的大概就是二十几分之一啊，台湾的缺额大概就是二十几分，二十几个考古学家的缺额哈啊，中央研究院最多，中央研究院大概十四个，大概将近占掉一半，那一直到今年才有一点点突破。 哦，今年成功大学啊，啊，他们设立了考古学研究所，准备培养这个学生啊。那这是我大概呃努力了 N 年以后的一个小的成果啊。可是。 大家会想一想，说：“哎，为什么考古学这个学问会长得那么奇怪啊？不是我这个人长得那么奇怪，而是考古学这门学问为什么长得那么奇怪？”其实今天的这本书里面呢，大概有大部分的研究都跟考古学有密切的关联啊。那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是大概三个重点，一个是这本书的概要啊。 然后接着再过来就是思考跟反省，然后最后一个我要回归到本土啊。那大概从这三个方向来跟大家谈，因为时间也不会很长，我也不会一一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内容。翻译者翻译的不错哈，这个我从我看这个内容里面呢，除了有有一些地方有一点点争议之外呢，哈，大概大致上的翻译。 都没有问题的哈，因为翻译是最难的，比写言书恐怕还要困扰哈。这翻译者，我觉得他翻译的很好。那这本书呢，其实比较有趣的是说，哎，那我要跟大家谈的是，我怎么样读这本书的了哈。那就是回到刚刚我讲的，我念的考古学这门课，这个学科啊，到底他在干什么？其实考古学啊，在全世界。 放的位置不太一样啊，不太一样。像美国，它被放在人类学里面的一部分啊；可是在欧洲，考古学经常是大的历史学的一个部分。好，或者在法国，它就叫做直接叫做史前史啊。法国的考古学往往讲的是啊，罗马、希腊、罗马时代以来的东西。 他们经常把它叫做考古学。我曾经用过一个法国普罗旺斯大学毕业的这个考古学的硕士，结果呢，这个他来应征的时候，问他说：“你写的论文叫什么名字？”啊，因为法文我看不懂哈。然后他他就告诉我，叫做这个十六世纪法国西南部的教堂的窗子。我说这个怎么叫考古学？哈，然后。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哈，后来是我后来有一次啊，在两千零六年啊两千零七年，到法国去做这个去口试，一个学生啊，在法国自然史博物馆口试，就是台湾第一个，可是假若连这个大陆算起来，应该是第二个毕业生啊，大陆那个毕业生是赚钱的。 啊，台湾就战前毕业的，而且那个人大家应该都认得，叫裴文中啊，就是发现北京人的那个人啊，就很有趣了哈，就裴文中啊，啊，后来就没有人再到法国自然史博物馆的这个系统去念博士学位，大家都知道法国跟我们不一样，法国博物馆给学位的啊，给学位的啊，那这是比较有趣的，我才他才。 呃，在去那么多年的时间里面，那么长的时间，他们才慢慢帮我介绍这法国的传统。那英国也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日本呢，比较像德国和英国，啊，日本也是放在历史啊。那原来的中国考古学呢，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啊。中国考古学的来源是从美国的考古学。 啊，因为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，也就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啊，李济先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啊，啊，然后第二个考古家梁思永先生，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儿子，也是哈佛大学毕业的啊，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美国系统的考古学家，可是回到中国做，却变成。 比较贴近历史的这个考古学家，啊，那这种演变过程呢，带到台湾来，所以台湾的考古学也是这个样子。不过呢，台湾大学的考古人类学系，一九六零年代这个留学美国的考古学家回来台湾以后，开始有一点点有趣的转变，啊，到了呃一九七零年代，啊，到一九八零年代之间。 台湾就被美国化了啊，就变成美国式的那个教育啊，也就非常有趣了哈。不过呢，全世界的考古学都一样，在现在的发展，它会碰到这本书上面介绍的所有的东西啊，包括生物科技、基因，还有各种的成分分析啊，都在今天的这本书的讨论里面。所以我说到这本书的内容。 是一个非常丰富的著作，就如同翻译者后记里面他说，全书的布局精妙啊，他是把不同时间的事件重组诠释啊，让人仿佛在历史的事件、事件的树和林之间啊，来穿梭来回，不会见树不见林，也不会只只看到林而没有看到细节。 因为他举了很多小的例子来谈大的事件啊，这样可能会改变你自己对宗教信仰啊、历史以及当今世界的看法。哎，譬如说，他讨论的一神教跟跟这个多神教的这个差异啊，台湾是一个典型的多神教的社会，对不对？台湾，我觉得台湾是全世界最有趣的宗教实验地。台湾好像全世界没有一个宗教。 不来台湾设坛啊，然后做法，然后变成一个吸可以吸纳宗教的地方哈，但是去台湾，可是在其他的国家很难能够像台湾，在宗教上面有那么大的宽容。我们经常会看到，这个有趣的是，你会看到关公，他现在也是财神，他是武财神啊。就就是因为他是武将，所以他是武财神啊。 然后他也会从这个将官变成财神啊。然后比较有趣的是，呃，我曾经在清水做考古发掘，爬到清水那个牛马头遗址后面的山坡，山坡上是一间非常大的那个宗教崇拜的庙宇，啊，孤隐其名啊。那个庙宇里面拜的是谁？各位知道吗？ 孙中山跟蒋中正，庙里面两尊大神就是孙中山跟蒋中正，然后那个庙的那个主祭室的人告诉我，几乎所有想要升官的将官都会来，都会来哈，所以很有意思哈。那连这个也拜对不对？那最近比较有趣的是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呢？有一个日本的。 军舰的小军舰的那个舰长，啊，哎，在台湾居然也变成神，啊，只是因为他能够保佑当地的老百姓啊。那我们也有很多泛灵信仰啊，所以我说你可能会改变宗教信仰，你也会改变对历史的看法，你不再拘泥于说历史一定是夏商周、宋元明，一定不会只有这样想啊，这个。 太容易了，因为你看到太多不是这样的事实啊。然后再过来就是你对当今世界的看法。你比如说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要怎么人类要怎麼下去啊？它提供了我们极很大很大醒失的这个机会啊。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反省呢，它还扩及了人跟其他的物种相处的道理，这是非常难得的啊。 我我一直觉得孔子说：“为什么君子厌包厨也？”那是孔子那个相怨失心的想法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看到了以后，他就不愿意吃那只被杀的鸡啊。他看到了，他不想吃那一只被杀的猪，那是人的心理。所以我们在乡下，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的祖父。 是不愿意养养那个耕牛的，就是我们家是不养水牛的。这是我从我祖父口中听来的。那基本上就是因为他觉得牛帮你耕作一辈子，最后的下场是送去屠宰，所以我祖父的那一代人呢，就开始把牛养到老死为止，然后拿去埋掉啊，就是把它埋在。 我们家的土地里面啊，这是我祖父最后一次的做法。到后来他就不养了，他就是跟人家租耕牛来耕作。那时候还没有机器的时代。那我们家的那只马呢，则是到最后无疾而终了，就那只马就到哪里去不知道，因为被日本人征调去南洋打仗。我们家的家人没有去南洋打仗，但是我們家的家马去南洋打仗啊，这个都是。 我们家是有马房的啊，有一有一个很大的马房，然后专门养马。那主要是因为我祖父是日据时代的保证了，所以他出门要骑马啊。所以这些呢，很可能会让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对生活的看法。那我当然就是希望说，最后啊，我我会跟大家谈谈我自己所理解的台湾。 所以第二个我怎么读这本书呢？是从大历史的观点啊，去回顾整个人类的世界啊。那这个就是因为我比较幸运，我从小在大学时代受的就是考古人类学的，啊，我都念过这些东西，所以我比较容易把它大学以来念的书整个都连在一起啊，然后去修补。 我从大学以后就丧失的那个应该有的知识，那他给我很多这方面的，呃，把中间那个断层补回去哈，因为我后来就专心一致研究台湾考古，所以我就慢慢慢慢和世界考古有一点点脱节，可是这里面有很多好东西哈，那思考呢，我是从这个书来读呢，它不拘泥于文字记录的历史。 是思考从不同的层面取得历史的证据啊，这是很清楚知道的。你看到它很多东西，它并不是文字记录下来的，它基本上是依赖考古学的资料。比如说印度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摩亨佐达罗这个遗址啊，这个非常重要的考古遗址，是英他在书里面也有写到，英国的考古家在一九二零年代去做了考古以后。 把印度人早期的历史拿出来，印度的文明的开始，把它找出来。那这个其实非常类似什么？非常类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说到自己的老，在一九二八年啊，民国十七年开始啊，到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之间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在安阳殷墟。 做的考古发掘，替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建立了文字书写以外的信史记录啊，就是可以相信的历史的记录啊。那要以往在中国的历史，这这个都是传说的啊，就是传说或者是就是司马迁那么认真调查访问的人，他都只能够像传说一样把它写下来啊。 但是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发掘出来的资料，啊，就说明了它的确存在，而且呢，可以修正司马迁所记录的殷商的历史，哪个地方有问题，哪个地方有问题，皇帝排名的次序有错了啊，我们知道有错了，那就知道啊，原来传说还是有一点失误，会把爸爸变成儿子，儿子变成孙子。 所以这个会乱掉哈，但是考古考古资料哈，它从不同层面取得的历史证据，尤其是考古资料，在这本书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地位。那大家可能不知道，现代的考古学已经已经变成什么？现在考古学已经变成了科技的大会传，所以这里面很多资料也是这个样子啊。那我们再看，这可能是现在台湾。 我读这个的时候，我自己的思考就想到，这是台湾教育缺缺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这个环节不仅是缺乏当今历史知识的新体系，也缺乏追求世界性知识体系的决心哈，我讲这句话，我其实我是对教育部有非常沉痛的的反省的哈。我也曾经是教育部的委员。 啊，就是推动海洋教育事务的委员啊，我也是这个国家啊中华民国第一届的海洋事务推动委员会的委员。其实非常想的是让我们的国民呢认识，我喜欢讲的一句话，我就讲台湾是一个海岛啊，海不是阻隔，而是道路。用各种不同的这个资料去证明。 海从来就没有阻隔台湾人，而是道路。那这个最后我会跟大家反省的时候再跟大家谈。所以，当今最重要的教育却徘徊在克刚的争议当中啊！我非常痛恨这个事情啊！我用痛恨这两个字来形容。我的所长王进清所长从来没有签字去去反对政府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历史研究所非常保守啊。 我们这个所的所长啊，很有趣的，各位要知道，傅斯年所长是蒋家的文胆，啊，我们第一任所长啊是蒋家的文胆，我们的杜正正所长是李登辉总统的文胆，李登辉总统的文告他写的好几个了啊，那所以呢。 每一次看那个李总统在发表文稿的时候，我们的所长就坐在电视机面前看那个李总统在念他写的文文稿，哈，这是非常有趣，看有没有哪里有改过，哈，这是很有趣的。这个大家也许不知道啊，不过我们所大家都知道了哈。我说我们这个所其实是非常保守的所，可是在这一次课纲争议当中，我们却站出来。 来提醒，可是呢，我看双方所争执的焦点，让我看得非常的难过啊！所以我说，我我痛恨这种克刚的争议。阅读这本书的角度的理解，我们可以理解克刚的争议应该放在更大的历史角度来思考才对，不要不要争议谁先来台湾，谁先来台湾，谁是真正的台湾人。 我们不知道的啦。自然科学博物馆刚才发现，才从台湾海峡里面捞起一个下巴，啊，对不对？那个下巴鉴定的结果应该是直立人，十九万到四十五万年之间，啊，那那个时候没有现代人，现代人是十五万年、十六万年前在南非一个小角落。 这是现在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啊。那会不会被翻新？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几年前才十万年，现在变成十多万啊。那呃，很难保证哪一天会再变成二十一万年，也说不定。我们不知道啊。不过现代人到底什么时候来的？这个这个问题，也许将来可以还继续讨论。那现代人跟当今世界的角度啊。 我是怎么读这本书的？是从现代人以及当今世界的角度啊，是地球村或者全球化的角度，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是表露无遗的啊。我我看作者写这本书里面，他有很大的期许啊，一个年轻的。 考古家了哈，年轻的人类学家啊，在美国讲叫人类学家哈。美国的考古家不称自己为考古家，称自己为人类学家。但是我很少称自己为人类学家，因为我不太懂人类学了哈。我懂考古学，所以怎样从现代人的脚步再重新思考人类的行为，跟他背后的可能原因呢？这个是我们可以用这本书来让我们带有反省的议题的哈。 那环境变迁的角度，在这本书里面比较少被深入探讨啊，这是比较可惜的一个论点哈。就是说，环境变迁，并不是从智人的这个认知革命以后啊，就比较，就就好像环境就不那么重要啊。我我想不是的哈。对演化的角度来讲，也许。 环境的变迁，在七万年以内的环境变迁已经没那么重要。可是大家要知道，七万年到现在，环境变迁是非常大的。七万年是冰河，一直到一万八千年，那是冰河的极致。那当然，到底就会反弹嘛？啊，一万八千年以来，气候就逐渐。 逐渐变变到现在的这个样子，我们现在其实是在变迁当中了，哈。